慈济志工扮装登场，以逗趣方式演出外籍看护与阿嬷之间的互动，让现场的受收容人开心大笑。还有志工舞龙舞狮跳加关，元宵之前都还算是农历过年，慈济人来到移民署南投收容所关怀受收容人，让他们感受到台湾过年的气氛。是很感性啊，我们喜欢的，对，很热闹，对对对，很热闹。受收容人哦，很心情会放松，而且变得非常的愉快，他感受到我们台湾人的热情跟关怀，那他们在我们这里，他会解他的思乡之愁。不止在台湾的关怀，这份情回国之后会再延续。我们都会有一个关怀记录的调查表，我们希望来询问他，他回到他的国度，需不需要慈济人来能够进一步的来关怀，来协助他。大爱无国界，对这些异乡游子来说，每一份关怀跟问候都是无限的祝福。大爱新闻张国丹、杨俊廷南投报道。